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婷。哦，对，就是要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？然后身高172公分，身高172公分，嘿，体重50公斤，50公斤，对，然后狮子座 O 型的，狮子座 O 型，然后听说腿长有几公分？112公分，112公分，所以你看到他站在我隔壁，我矮他一个头。啊、哦，我还没哦，真的站在我旁边压力很大，而且呢，真的今天非常难得把他们两位邀请到我们的现场，因为平时呢他们的 case 都非常的多，而且呢都是接像比如说大盘修课的活动啊，还有哪些活动？就是走秀啊，服装秀或是珠宝秀那一类的活动。走秀、服装秀、珠宝秀，然后还有什么超跑的车模、车展，对，都是非常高档的。而且呢，就是说有些就是不对外公开的哦，哦，不是说那些就是像这我们是分属对外公开活动嘛，然后有些活动是不对外公开的，而且进去还要门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对，听说最贵的好像这个门票一张要5000块的嘛。5000块哦，没有那么少，对不对？你都接什么活动啊？哦，我接那个，哦，那个不，没有啦。我是说要去看你的表演的话啦，要去看你们这些走秀的，因为有些服装秀啊、珠宝秀进去真的是要 VIP， 有时候有钱还真的进不去。对，就是说你要购买到那个扣打那个金额嘛，你才有办法呢欣赏他们的节目演出。然后就是明婷，然后明婷来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哎，有什么专场？吃东西没有。当以后有人问你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其实哈、哦，他们平时很少接受访问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所以其实他们就会特别的紧张，而且有时候不晓得要讲什么东西。真的。对，然后所以当下次有问你，哎，你有什么专长呢？然后我的专长就是脚很长。哇！大家懂不懂？而且讲话要放慢了、哦。我的专长就是脚很，哎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们专长就是脚很长，没有，我们要同脚，我们要同脚，右脚，好，右，我的专来再说一次，请问明婷，你有什么专长？我的专长就是脚很长。哦，真的，你看一下，我如果没有穿鞋啊，我裸足啦哈，就是没有穿鞋子，173公分，然后因为一般 model 都会穿高跟鞋嘛，所以你看，哇。落差一个头，哇，差好多。而且呢，看到没有，他们刚才的走秀啦，其实有人我有个错误观念说啊，修哥就穿漂亮而已嘛，然后穿少少的，那随便走一走，动一动，摇一摇，不是那么简单哈、哦。就是有时候你看他们的肢体语言、肢体动作，其实都是受过了很多的训练啊、哦，一举手、一摆、一投足，都是呢专业的动作、专业的技巧在里面，是不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而且有时候去大鹏湾，是不是要每天要？风吹日晒呀、啊，雨淋的。你看我那么黑就知道了。啊，你会黑吗？不会啦、啊，脸很白而已。那个比你黑的在我隔壁啊，没有。哦，好。哎，他好像故意陷害你哦。OK， 我没有。OK， 好，继续把主持那个麦克风交给我隔壁的这位，来，先跟现场朋友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小杰。哦、廖小姐，然后呢，什么星座？金牛座 O 型。金牛座 O 型，然后身高165，体重40公斤。哎，但是人家不想知道这些，人家想知道什么？人家想知道三围。三围31、22、31。啊，31？等一下，再说一遍。31。是哦，等一下，不是31哦，是30。A B C D E， 是吗？三围是31F22、31。哎呦哎呦，A B C D E F， 对哦，真的不是，这个其实我想真的哦，这个真的是因为很多哈、哦，很多像showgirl切其实哈、哦。在表面上他们都光鲜亮丽，他们私底下我、哦、都会说别人的坏话啊，常常听到他讲你坏话啊，说啊那个这个一定是那个做的啦，去隆的啦，那其实啊那他说他那个鼻子哦那么尖哦，一定是那个去哪里哦，其实我跟各位保证哦，这个他们都是天然的美女，他们完全没有加工过的，因为呢其实如果你有常常去大鹏湾的话呢，尤其是那 OTGP 最大的一个比赛的赛场了、啊、哈，他会邀请大概全台湾100多位的showgirl到现场，
然后呢 ，Showgirl 其实有分等级的，有分很多等级啊、哦。他们这两位呢，算是最顶级的，就是价码最高，同时呢人气最旺，而且一出现，他们很少出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说平常就坐在 VIP 里面嘛，然后一出现的时候，他可能出现了十分钟，很难拍，因为一堆人比这边还多，至少是这边的五倍。对，然后全部一堆人挤住，然后啪一下子就进去了，所以这是有分级数的。这两位呢，都是在大鹏湾里面最顶级的，对，而且是完全的天然美女。像很多北部都是那种富士人大军，富士人大军跳舞了哈，就是都是人工美女，可是这两位呢，都是纯天然的。哎，你再说一次是多，三伟再说一次好吗？我的三伟是31F 22 34。31F 后面那两个我就忘记了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哎，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访问这位是我认识很多女生嘛 ，dancer 啊 ，showgirl 啊，这位是我访问起来最有压力的一位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因为这位呢相当的有吸引力哦，相当的有吸引力，而且每次访问她呢，我都会头晕，哎，对，哎，而且她你看她笑容相当的甜美，对，哦，哎叫哎对，很多人就一直在看你看你，哎这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吗？很多人都忘记你的名字，再强调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廖小杰。廖小杰，廖是哪个廖？廖天丁的廖。啊，廖天丁的廖啊，小呢？就是大小的小。啊，杰呢？杰是清洁的杰，没有三点水。杰是清洁的杰，没有三点水。哎，你第一次看到我，你有没有觉得我非常眼熟？为什么？啊？像谁？没有没有，你就是讲你第一次跟我见面的印象，有没有觉得我很眼熟？啊，没有眼。没有，你叫我怎么接下一段呢、啊？你要说有，你要说有，就很超眼熟了。有，没有说好好眼熟，好眼熟，快点。有，非常眼熟，非常眼熟哈、哦。你会不会觉得我长得你像你下一任男朋友？应该是。接不下去哦。好吧，就私底下再跟我讲好了，私底下再跟我讲好了。OK， 这两位呢是我们非常呢哇非常难得邀请到现场的这两位超级名模。哇，听说这两位的费用非常的高，哎，占了我们这次所有的经费的一半以上，是吗？有吗？有啦，要说有啦。哎呀，对啊，因为价码很高嘛，超级名模啊，哦，所以呢没有关系，待会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，一样会在我们现场呢进行的这个签名会的活动，那一样有他们的个人的专属的闪卡会送给我们现场喜欢他们的朋友，不要忘记我们这边活动结束呢，记得呢，哎，把我们的这个往里面，然后呢同时呢顺便逛一逛我们那个生活资讯展里面所有的摊位，购买最新最流行最好用的3C家电用品，还有3C电脑用品。好，那么呢，哎，现场朋友再给我们的廖小杰还有明婷来个尖叫欢呼声一下。OK， 好，那让他们稍作休息一下。OK， 谢谢。好的，好，那么呢欣赏